This is Lily Lisa. I'm doing my show Lily Lisa Hollywood, and also I'm in the Beverly Hilton. It's where famous global, you know, that award. Every year is Hollywood, bigger people to get the award here. So right now I'm in the with the famous director in China. So let's then introduce him. Hey, 你好，我是 Lily Lisa. 那我想。 就是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哎，你好，我叫江海洋，我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导演啊，director，我是，我们的导演，我们都知道哦。然后我拍了很多电视剧啊，影视剧作品，然后呢，去年就在来洛杉矶获了中美电视节的金天使奖，因为那个上一次在。 中美电影节的时候颁奖的时候，我就跟他姐姐，sister，然后我们 Kimber，然后我们坐在一个桌上，我们还在聊天，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要去上去颁奖去了，也许会颁到是你，结果他上去之后他就开始捂住胸口啊，果然是你，所以我觉得我跟他姐姐很有缘分，我跟洛杉矶很有缘分啊，然后。 我是这样的，我是原来是一个画家，做过很多次画展，然后我后来去了非洲，我在非洲生活过两年，然后我写了小说，我是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写了很几好几本小说，后来小说改编成剧本，我又变成了编剧，编剧之后，然后我就做成导演，结果就拍了十几年了。 接下来明年我准备拍一部跟这边有关系的电影，叫《飞越太平洋》。OK， so 所以说我也希望跟你姐姐合作，创造更多的作品给洛杉矶的观众。恭喜你，恭喜你！你能介绍你一下吗？今天非常热闹啊！我是王志刚，我是38度，零下38度，跟着我们导演一起来拿到这个奖，导演江海洋先生。 那么我们这次来呢，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能够拿到这样的国际的奖项，同时呢又感谢我们在洛杉矶的所有的大会主席、大会评委，还有所有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亲人们，我们来到这儿呢以后呢，受到了良好、非常好的待遇。